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到了周末，我们又来亲自探店，为大家搜寻最近的折扣好物。最近更新的可能不是很频繁，但是我们一直都在，也一直都记得为大家推荐好物。今天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探店吧。Fisher-Price 儿童吉普车现在349.99元。到了年底，小孩子的各样礼物也都出来了。今年和往年不同，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礼物，以免到时候没有可选择的。这款儿童吉普车，它适合3至7岁的小孩子开，里面含12伏的可充电的电池，开车速度可达5迈每小时，倒车速度可达2.5迈每小时。驾驶座前方有真实的仪表盘，还有工作的 FM 收音机。这款 mini 的吉普车绝对是小孩子礼物的首选，尤其适合男孩子。A1 原味调料20盎司两瓶组合装，现在是8.99元。A1 酱是提起牛排就不得不说到的一款酱料了，在美国拿 A1 酱蘸牛排吃真的很普遍。深棕色的浓酱汁，口味属于咸甜，不过与烧烤酱的味道还是不同的，而且没有烟熏味，它可以提高牛排的香味。之前 A1 酱名字里带有牛排的字眼，不过之后就去掉了，其实就是变相的告诉大家，这款酱料可以蘸各种食物，例如汉堡、薯条等。Primal Kitchen 布法罗酱是6.5盎司两瓶组合装，现在清仓价6.97元。这款酱料的名字源自纽约的布法罗市的一个酒吧，油炸鸡翅后外裹酱汁，这种鸡翅的发明也改变了美国不吃鸡翅的历史。它是由辣椒粉、醋、洋葱、蜂蜜、蒜、黄油等多种调味料混合而成，味道酸甜中带着辣。这个品牌的布法罗酱是非转基因，里面还含有腰果、黄油和牛油果油，连生酮饮食的朋友也可以适量食用。网上好评如潮的素食薯饼现在也打折了，一套8盒装，原价6.99元，等期间2元，折扣时间到10月24日。这款薯饼做法很简单，而且所需要的时间很短，所以它非常适合做早餐，也可以把它用来作为零食充饥。在盒子里倒入120华氏度的热水，再把包装盒合并上，放12分钟左右，把水倒掉后就可以放到不粘锅上煎了。烤到菜的好处还有一些酥脆的口感。可可兰糖果什锦大礼包14.99元。大礼包里面有很多小孩子喜欢吃的糖果，里面都是独立包装，不怕吃不完，不怕浪费。而且每年一度的万圣节就要到了，是时候在家里准备一些糖果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拿着蓝色框的孩子，拿着蓝色框的孩子一般都是有自闭症的孩子。如果大家看到拿着蓝色框的孩子想要糖果但是不跟你说话的时候，请大家对孩子能有更多的耐心。这款是我非常喜欢吃的芝士奶酪脆，现在是10.99元。除了因为它好吃之外，还是因为里面是独立的包装，放在包包里也很方便携带，而且也不怕吃不完了。这款包装里总共有2种口味，一种是阿奇亚哥芝士与辣味杰克芝士口味，另外一种是牧场酱口味，它不含人工的防腐剂和人工色素。一整袋满满零食的芝士，可以当零食干吃，也可以搭配沙拉，或者是放在汤里都是可以的。斯嘉维婷抗皱面霜47毫升两支组合装，原价74.99元，现在清仓价34.97元。此款抗皱面霜真的非常受欢迎，虽然说是面霜，其实它不仅用于面部，也可以当做颈霜、手霜或者是身体乳。这款面霜可以4周内明显淡化妊娠纹，2周减轻肌肤皱纹，而且它的保湿效果很好，可以保湿72小时。超值家庭装组合的斯塔夫洁面乳3件套现在也打折了，原价19.49元，本期减5元。一套里面有2瓶是20盎司装，另外一瓶是携带式4盎司装。作为皮肤科医生推荐的首个品牌，这款洁面乳温和配方不刺激，它不含香料，而且它同样适合敏感肌肤。它属于温和的低泡型，不是非常丰富的泡沫型哦。Nature Max Labs 狗尾骨里180片装，原价36.99元，本期减10元，折扣时间到10月24日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不仅我们要吃尾骨里来保养关节，狗狗们也是需要的。狗狗的髋关节发育不良是很多狗狗经常出现的问题，虽然没有治疗的好办法，不过可以通过长期服用尾骨里来缓解这个问题。四款为 MSM 加强型的咀嚼片，天然猪肝口味，适合各类犬种食用。Nature's Bounty 胶原蛋白软糖230粒，原价16.99元。这款非常热销，而且算是非常经典之一的保健品，现在终于换包装了。这款胶原蛋白软糖比起旧版多了2倍的生物素，还含有维生素 A， 还有抗氧化显著的维生素 C 与 E。它是专门针对了女性的皮肤、头发和指甲研制，可以有效补充人体每天流失的胶原蛋白。而且它是非转基因，不含人工色素，吃着放心，而且口感很好。
Zerbis 儿童坚果木果，支持免疫健康的软糖九十粒装，原价19.99元，本季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10月26日。这是专门来增强儿童免疫力的软糖，混合了维生素 C、锌和坚果木提取物，可以帮助小朋友提升免疫系统。它不含人造的甜味剂、香料、明胶、酒精和任何的药物。Little Critters 儿童维生素 C 软糖290粒装，现在是每一瓶12.99元。这款维生素 C 软糖和其他的两款多维和 DHA 软糖有一些不同，它不是常年都有的，而且这款软糖含了维生素 C、锌和紫雏菊，可以提高儿童的免疫力，对防止感冒也有很好的帮助。同样，它也是不含人工的色素、香料和防腐剂，有橙子、草莓和樱桃三种口味。Smarty Pants 有机孕妇维生素软糖180粒，现在是22.99元。这款软糖是非转基因，而且是有机款的维生素软糖，含有了多种维生素 Omega 3，是从亚式亚麻籽油，不会有鱼腥味，所以孕妇吃着比较容易。而且它还含有了叶酸，可以有效的支持胎儿的发育，还含有碘维生素 D3，对孕妇的骨骼有帮助，以及维生素 B12，增强孕妇的能量。这款维生素软糖不含鱼、贝壳和鸡蛋、花生等过敏物质，大部分的孕妇吃着还是很放心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，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在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您为我们点赞、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在洛杉矶下一期再见。